山花博公园，2016年2月21日，农历1855年1月14日，花灯节、元宵节节气。今年属猴，所以主灯是猴。
哦，好多手机哦。
厕所在那边。历经2016年的台湾盛会在桃园，我们桃园护国公特别恭请的中汉元帅，还有九爷哈，也是在新港红地上的欧亚公哈，哪里讲哪里讲，这好家就爱新港的欧亚，但是今天你不见哦，咱是在请欧亚公来个现场哦，这好家看这阵，向咱金欧亚来做出一个礼物哦，做出一个礼物哦，大家一小钱换大钱，我大家会当钱财滚滚。收集录完，一人一张的情绪收集录完了哈。2016年台湾灯会金猴献桃限量的紧箍咒哦哈，戴在头上哈。大家都带到学校去，说我有你没有哈。啊，大人呢就向咱欧亚公来祈求一个祈福哦。想法，希望那个各方面的事事顺利，全家能够平安，然后各方面都顺遂。那获奖有没有觉得很开心？吓到了，对，开心，非常开心。我们很多人想要抽愿力之光，结果这是个人的福报哈。觉音法师，我会请我们圆光禅师。桃园行院的负责人觉音法师来颁奖。过来点，拿这个就好了，不用拿这个。来，奏乐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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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进到看袂着头啊！
热闹。我一个拉近啊。Thank you.
那么叫人要转板来的呀？今天唔知还阁有无？啊，不如同安好啊，啊，行，我要阁看对。We'll be right back.
个第二个来过去呢？你看一个第二个来过去啊？你把这个来过来过来看呢？
照水啊，好，拄啊变一个厝呢，变一个嘴呢，你来遮看，看照水啊，好啊。哎，变一个嘴啊，你看会晓？照水啊，好，变一个嘴，下底也同啊有啊。
此祝你平安快乐。